拆下来也是这么样子。这块哎，但是这儿好像有点风声，看到没有？这儿上面这儿，看这块的话，都是跟你皮肤的这个走形，你看贴得很紧，上面好像有点风声。嗯，它有缝缝的地方，它比这种边缘全部贴合进去的地方还要慢一点。嗯，但是后期的话，就通过吃药啊，通过照光啊，通过饮食生活的调节。想办法再给他再补救补救，让他这儿旁边长得快一点。嗯啊。